家道馆跟我 PK 吗？好啊，走。还有挑战者啊？谁呀？怎么样，怕了吧？少废话，来吧。谁是老大了吧？你要是能打败马老师，我们就拜你为师。马老师，老大，走吧。哼，赌枪，下去。马老师，我要和你单挑。你再说一遍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是不是不敢？是，老师不敢，老师是怕伤着你。不用你管，小小年纪口气不小。好，那我先绑着双手。好，来。
老师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。绑着手，怎么能行呢？接下来，我说的每一个字，你都要给我听清楚了。你很不错，好，这第一局算我们两个打平了。啊！接下来这第二局，你给我认认真真的听清楚。我打你，你不能还手。呀！站住！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跑！站住！跑！停！快停！折了，胳膊折了！哎呀！啊！呀！停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乌龟啊！你要干嘛？这不是我要的东西。兔子呢？什么兔子？你们耍我什么？好，大不了你这100万我不要了，我们不干了。走。你要干嘛？答应我的任务完成不了，只有死。上！见不了兔子，你就见不了他。混蛋，抓住他！
李秋南，李秋南，前线，快点，快上，快点上去。小朋友，你胆子真大，敢跟我斗！乖乖的把兔子叫出来，我就放你一条生路。我才不会把兔子给你！先把人放了。交给马老师来摆平吧。你混蛋，小丁啊，今天我受伤了，别逼我出手，听见没有？小心我逮你！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别过来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不是，不是，有话好好说。啊！
有本事冲我来，别欺负孩子们！怎么办？